12个月，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是年轻的 Mousecrop 中学却在黄牛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出了自建校以来的伟大奇迹。12个月，党卫军与党共同成长，风雨同行，已经发展成为一支专业种类齐全、初步具备机械化水平，并逐步向特种作战力量迈进的强大军事力量。今天，在黄牛党建党1周年的神圣时刻，这支军队将威武地通过检阅台，接受中央领导及总部首长的庄严检阅。同志们，朋友们，黄牛党第3届党员代表大会应出席人数9人，实际出席人数9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现在我宣布，黄牛党第3届党员代表大会暨庆祝黄牛党成立1周年大会现在开始。全体起立。奏国歌。Thank you.
为人民幸福而浴血奋战的子弟兵。军委主席授阅部队准备完毕，请您检阅。阅兵总指挥叶剑桥。开始，请登车。同志们，朋友们，现在请黄牛党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郭百翰同志发表演讲。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这隆重聚会，同全党各族人民一道庆祝黄牛党成立一周年，回顾我党发展进步的伟大历程，展望我党发展繁荣的光明前景。12个月前的今天，黄牛党成立了，这是我校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是我校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一刻。从此 Moscow 中学踏上了争取拨款独立、思想解放的光明道路，开启了实现学校富强、师资富裕的壮丽征程。12个月来，黄牛党人和各党各族人民
前赴后继，顽强奋斗，不断争取革命建设改革的重大胜利。今天一个生机盎然的黄牛主义中学已经毅然屹立在了本拿比的南方，数千教师学生正在我校特色黄牛主义伟大的旗帜下领导下，满怀信心地走向黄牛主义伟大事业崛起的新纪元。同志们朋友们，我党自建党以来，这过去的12个多月的历史，概括地说就是我们伟大的党经历了刻苦铭心的磨难，我们忠贞的干部进行了感天动地的奋斗，我们勤劳勇敢的党员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业。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为改变我党的命运，党的优秀儿女和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千辛万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斗争。五一本拿比起义，扫除皇宫邪教组织，平定大阪汗帝国及围剿小阪汗村，不甘屈服的黄牛党员一次次抗争，最终战胜重重困难，夺取伟大的胜利。就在去年，皇上说都跑了。哎，将星陨落，天命难违啊。小姚子，臣在。你回皇上，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所以我们还是从了黄牛党吧。哎，真是造化弄人。报告，见。报告首长，我为什么板子那么也挺难看的呀？也紧张吗？有话尽管说。是首长，据我们有关部门近来的观察，我们认为总参谋长何一东最近非常反常，总是鬼鬼祟祟的，一见熟人就避开。我们初步判断他有叛党反革命嫌疑，本着对公共安全的考虑，我们计划将……慢着。虽说何一东同志属于文艺加二逼青年，也有很多缺点，可我党绝不许随意怀疑任何一个党员。我倒觉得他是个忠诚于党、服务人民、献身使命、崇尚荣誉，而且有着崇高黄牛主义理想的好同志。嗯，首长，我懂您的意思，但是要不然我们
行了，这件事我差不多知道就行了，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可万一……万一什么万一？我刚才怎么说的？去，这是命令，必须执行。是，首长。站住！谁？你是黄牛党党魁小憨吗？正是在下。我乃雌雄双煞也。等等，雌雄双煞？你明明只有一个人！少废话，看招！呀！柯林翁叛变了，现在情绪非常危急。什么？是他告的密？难怪小憨被抓了。真没想到他地方竟然是这么恐怖的人。没错。天，这怎么搞的？这时间也太短了吧！人家是我们的赞助商，这么短的时间，观众怎么能记得住呢？编剧，编剧！导演，我在这儿呢。赶紧改剧本，要突出这个产品，还要有台词。可是导演是，这是我们这是一个谍战剧啊！谍战剧怎么了？你这编剧还想不想当了？你就加两句吧。可雍做叛徒，现在形势非常危机。什么？是他告的密？难怪小汉被抓了，真不敢相信易东是这么可怕。我现在更详细把我现在把他藏在这块 Q 版三国杀里。好，我一定亲手把他交给组织。停！这也太不自然了吧，太生硬了，而且产品的特点一点都没表现出来。编剧，编剧！导演，我在这儿呢。赶紧改剧本，把这产品的特点表现出来，最好还要附带使用方法。是，导演。柯一东做叛徒，现在形势非常危急。有没有觉得今天有什么不同？你这样萌了许多啊。这是因为我买了非常有名的 Q 版三国杀。罐子啊。Q 版三国杀集教育趣味时尚于一身，其发明彻底颠覆了以往人们对三国人物的刻板印象，所有人物造型均设计的动感十足，规则容易，只要略懂一二就能迅速杀成无限激情，卡牌小巧，上课使用更安全啊！好极了。停！自然倒是够自然，产品特点也表现出来了，但是还是不够吸引人啊！还要吸引人？对啊，我们还要再把片子在全校上演，不做的有意思怎么吸引人啊？那怎么才能吸引人呢？这个简单，加点三角恋、私奔什么的。再说现在咆哮体不是很流行吗？加点咆哮体，再加点私奔体。导演，我嗓子哑，没法咆哮。没关系，他来。现在形势非常危急。什么？是他告的密？怪不得小汉被抓了，真没想到一东是这么可怕的人。没错，哼，这下被我抓住了吧？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上学去了吗？哼，想给哥待遇吗？没那么容易，早就知道你有其他男人，所以特地躲在这里。你胡说，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
那你告诉我他是谁？他是谁？他是买三国杀的。哼，三国杀还要买别人的？你不知道我们自己买了 Q 版三国杀，边杀边卖萌吗？ Q 版三国杀？没错，自从三年前没上了三国杀之后，就带上尼玛不归路啊。谁说卡牌游戏不会上瘾啊？哎呦，才玩了两个月，就跟他寸步不离了，有没有？晚上洗漱前玩了十局，自私忠诚都跳反，有木有？一问才知道，现在三国杀里黑方比蚂蚁还多，有木有？一局正经三国杀都玩不了啊，这没法活，活！后面终于找到了 Q 版三国杀，请打开盒盖，翻出武将牌，每人一张身份牌就可以玩了。最快一局就要十几分钟，学校午休期间可以尽情的来几局啊，很轻松，很方便，有木有？会玩 Q 版三国杀的男人上辈子都是折翼的天使，尼玛伤不起呀、啊！带我走吧。好，我们私奔吧。来人啊，有人私奔了。快来人啊，还有没有人管了？来人啊，抓住他们，别让他们走啊。报告，进。回东果然叛变了。是啊，真想不到，放着这么舒服的日子不过，非要把自己的生活搞得那么悲剧，嗟乎嗟乎。哎，黑东进党校复习党规党纪了吗？是的，长官，您进去快半个月了，进修也该到期了，听说成绩还不错，估计最近就要毕业重新出山了。嗯，了解了，那咱们就准时收看这两天的新闻联播吧。是。本栏目由步步高点读机，哪里不会点哪里，独家赞助播出。你会读吗？ So easy。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步步高点读机。观众朋友晚上好。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三，农历5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统战部部长过白汉讨论留学生安全；党员何以东改过自新；陈杰同志智斗法轮功学员；我特种部队进行例行训练。下面请看详细报道。昨天上午，中央统一战线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就深化留学生安全问题，统战部部长过白汉同志对记者所提出的问题一一作答，并在最后发表重要讲话。同志们、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今天中央统战部举行年度例行记者会，集中讨论留学生安全，统战部部长郭百汉将在这里回答大家所提的所有问题。现在请郭百汉部长。郭部长好，我是环球日报的记者。据我们了解，许多留学生由于初来乍到，对当地的法律陌生，
导致自身合法权益被侵犯而选择隐忍。所以我想请问一下，您对这种情况下有什么看法？谢谢。我们一再强调，在一个新的国度，留学生要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但我们同时注意到，在这样一个未知的世界中，新的留学生时常遭欺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公开呼吁过很多次，要求留学生切实加强自身安全意识的培养，比如说护照要收到一个外人找不到的隐藏的地方，各类证件也不要整天和钱包一起带在身上，以防证件号泄露。当然，任何有困难需要帮忙帮助的留学生要积极寻求协助，敢于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我代表黄牛周刊想请郭部长您回答一个问题。许多留学生因独自在外求学，许多时候怕费事，要么买吃的，要么不吃，请问您对这有什么意见？不错，这个问题我们也有长期关注。许多留学生因为各种原因不选自己做饭，外出买饭固然方便，但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对健康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我们强烈建议父母不在身边，留学生更要自己照顾好自己，不要辜负党和国家的殷切希望。何义东同志，原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总参谋长，于2011年4月18日入党，曾为我党优秀党员，后因严重违纪，试图依赖敌对势力颠覆我党，颠覆黄牛主义，改我党为义东党，被送入中央党校进修。毕业后，他感触良多，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他说：“经过近期以来我在中央党校的学习，让我充分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我不应该把黄牛党试图改为义东党。在学习之后，我充分意识到了我应该坚决维护党的利益，永远拥护党的路线。我的心得体会是，天大地大不如党大，爹亲娘亲不如党亲。近期由于气温居高不下，外加有的党员忙着抢沙发，有的党员甚至连中央干部也不例外，导致大家放松了对政治理论的学习，对党的认识越来越模糊，各种思潮不断涌动。然而党员陈杰同志今日在已经一把岁数了的法轮功学员的诱导下，非但没有听信其谣言，还极力宣传加入黄牛党。虽然这位老奶奶拒绝入党，但陈杰同志的功劳不可磨灭。你要问吗？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马上就完蛋了嘛！你怎么知道啊？我想起来，因为我们黄牛党为何要为什么？那你就不应该做陪葬品？为什么我要做？其实我觉得你加入我们黄牛党。来，给你看看这个。我觉得你觉得你应该加入黄牛党。什么黄牛党是什么？我不太清楚呀。是一个非常非常黄的牛的党。我什么党都是，我不加入。为什么？因为我有我的信仰，不能说别人加入什么我就加入什么，我必须要对他有所了解。我有了解，我才能做。如果你跟我们董义男先生聊天的话，他会告诉你黄牛党的各种。我好像没有那么多时间，对不起。我希望你们看看这个。时间的话，这是04年来，请联系604。大纪元发出了一系列九篇。大纪元是谁写的？当然有大家写的，我搞不清楚是谁写的。也是人写的。加入黄牛党。这样人写的话，那也有对也有错。这是的。那这样的话，这个呢，你听我说完好吗？说了。他04年发表的九篇社论。都是来看共产党他做了些什么，他的本质是什么，给中国带来些什么。对中国共产党来讲，他是很不利的。但是至今，在中国，他太久平，
犯罪，又说我也是以前是共产党吧，可是外国共产党是没有一个字说你酒瓶里头哪一件事哪个事情，我让我们毛主席了，这样子大纪元对我们中国人做的，要听就听我们黄牛党的话，做那事情很多很多，我是说呢，大多数人明白天大地大不如党大，共产党工作组暗中进行了调查，然而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是，原来陈杰同志利用照顾家人的时间，私下里一直在学习党章，并同时提高文学素养，这种精神值得全党全军各部门学习。经中央书记处、中央组织部等有关部门的讨论后，总书记董一南同志签署命令，批准授予陈杰同志个人二等功，并颁发共和国卫士奖章及证书，以示嘉奖。为响应中央军委从难从严、刻苦训练的号召，我特种部队今天展开了现代化复杂条件下的例行年度军事训练，请看报道。报告长官，党卫军特种部队特殊行动小组集合完毕，营到两人，食到两人，请指示。请小心。小心。同志们，请小心。今天我们的训练项目为扛原木5公里越野。是。向右转。就走。步走，一二三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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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会。再会。在我党成功的感化问题党员和运动后，我们也顺利地平定了皇宫邪教组织，迎来了党魁小憨的平安归来。报告长官，集训队集合完毕，营到三人，食到两人，请指示。那第三位同志呢？报告长官，他在与敌军交战中受伤了，在疗养院上。唉，那可真是太遗憾了。那位同志为我党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多大的牺牲，而今天他就静静地躺在了那。少奇，是，请小心。同志们，少奇，在过去的一年里，各位同志为我们党做出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大家都辛苦了，谢谢长官。但是还不够，我要求你们更加努力。在新的一年来，一年为我们黄牛党做出更多的贡献，为我们黄牛党一周年党庆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是。是。大家有没有这个信心？有。大家有没有这个信心？有。
同志们，朋友们，一年前黄牛党只有几个党员，今天黄牛党已经拥有了60多位党员。12个月来，我们党取得所有的成就都是依靠所有党员共同奋斗的结果。广大基层党员是真正的英雄，这一点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全党同志要牢记历史使命，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勇于改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坚定不移沿着我校特色黄牛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更加奋发有为的团结带领全党各族人民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党的美好未来。分裂式开始，力量由党卫军现役部队和预备役部队、党卫军机械化步兵团和特种大队组成，他们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军之力阔步走来。先通过检阅台的是党卫军三军仪仗队，这支被中央军委授予军旅标兵荣誉称号的特殊部队，代表中央执行了多次仪仗司礼任务，向世人展示了我军的熠熠风采。首次亮相的特种兵是我军一支新型战略打击力量，他们渗透敌后，可进行骚扰破坏、引导打击，是应对局部冲突以及突发事件的拳头和尖刀部队。这一刻，宽阔的林荫小道上铁流滚滚，气势如虹，迎面驶来的我军某团最新型的第3代090步战车，这支队伍在上次阅兵时为骑兵队，武器装备的更新变迁，印证了我军正大力将机械化部队的发展方向。我军装备数量最多的主战步战车，近来我军陆军建设按照精干合成、灵敏多能的目标，逐步向小型化、多能化发展，与090步战车形成高低搭配，为更好地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做出突出贡献。同志们，朋友们，我党经过了一年来的发展，在陈林元、董毅能、郭白汉三代领导同志的坚强领导下，目前正处在建设黄牛主义的关键时刻，加快转变黄牛主义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以郭白汉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黄牛主义的伟大旗帜，坚持以董毅南理论和科技人才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创新发展观，为全面夺取建设黄牛主义新胜利而不懈奋斗。请全体起立，
奏国际歌。庆祝黄牛党建党一周年大会到此结束。